东南亚最大市场尝鲜事，纸包鸡、鸡包子，竟是揽客赚钱大绝招。有人订了是不是？他们订的啥？全盛绝品却是臭到不行，不下去臭越来越臭了。停色大魔咒发威，要你小心勒残又变落汤鸡。看到我们车了没？鞋子这样子45度，我们坐在这上面突然变每个变这样，你又不是在游乐园。还有神奇水中吸尘器，湖中鱼虾全落网。跟着爱玩客唯一来去马来西亚沙劳越寻奇尝鲜找乐子，3分钟之后还没有扛下来。常常觉得日子太无聊，放假没地方去，就是少了一点新鲜事吗？不用烦恼，给我1个小时，今天爱玩客就要告诉你，想找新奇的玩意儿，到马来西亚沙劳越就对了。听说那里有一种让人浑身发臭的豆子，当地人却爱吃到上瘾。而且，出去玩还规定不准穿红衣服，不然就会倒霉。哎，有没有这么奇怪？告诉你，世界就是这么奇妙。想看鲜事找乐子的朋友，跟着爱玩客一起到沙劳越开开眼界吧。石屋在100多年前可是一个渺无人烟的热带雨林啊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来这里，根本就是一个赌命的冒险，因为你在路上随时都会碰上猎头族，小命不保啊。可是有一位勇敢的清朝举人黄乃上，他率领了一批移民顺着后面这条河流来到我现在站的这里，开启了食物的发展。哇，这么热闹，完全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一片丛林呢。现在的石屋早就改头换面，成为沙劳越3大的城市了。从这里看过去，整条街都是中文招牌哎。原来石屋有80%的人口是华人，所以在这里旅行不用学马来文或是英文，讲国语没问题，公台语买通啦。有华人的地方，嘿，一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茶室很多，像是没有茶室、侨生茶室、平民茶室、美好茶室，还有爱爱茶室。等一下，你在笑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心中在想什么，不要乱想啊！你想知道这间茶室葫芦里面到底在卖什么药吗 ？Follow me。茶室吗？他怎么才刚进来，然后就放了一个像是那种黑白色的面纱？老板娘吗？老板娘，为什么你们叫茶室，可是这边在卖面？他们店还没出锅，早饭吃。早餐？早餐。那其他时候呢？下午也有，3点这样的，下午3点他们也是出锅。就像现在这个时候，那除了面还有卖什么东西啊？拉萨不知道吗？拉萨不知道。炒面。发热奶茶咯。有奶茶，还有呢？小麦茶咯。小麦茶。咖啡咯。有咖啡啊？有。那不是有点像中西合并那种感觉？为什么我在这一区啊，在这个西部这里看到这么多茶室啊？觉得咖啡店赚钱比较那个比较快哈，啊，你真的有赚比较快吗？啊，笑成这样应该是有，笑这么开心。你这家名字最可爱，为什么叫做爱爱茶室啊？我这个是我名字，是不是？刚那边笑什么？还想歪？人家是老板娘可爱的名字，人家叫做爱爱，所以当然取爱爱茶室，不卑虚伪。我也乱想，我先赏自己。OK， 太妙了！原来食物的茶室居然指的是小吃店哦，害我刚刚一路逛过来很害羞呢。在食物，茶室密集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便利商店，光这条路我数一数就有4-5家。想体验最道地的食物生活，一定要来茶室坐坐才行。茶室从早上5-6点开到晚上10点，可以一路从早餐吃到晚餐。最重要的是，小哥短袜花不到台币50块，就可以有一盘面和一杯奶茶的套餐喽。哒啦！
点心看起来是不是很丰盛啊？这个是这里的招牌干盘面，啊，这个奶茶就老板娘刚刚说的三色奶茶，看清楚哦，底下有一个黑色，中间淡淡的白色是加了牛奶，上面是茶，这奶茶好像布丁奶茶哦。嗯，好假！它上面有撒油葱啊、葱花跟这个红烧肉的嘛，所以其实整个味道是清淡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开胃啦。干盘面看起来就只是普通的干面，再加上几块红烧肉嘛。我说奇怪了，淋上一匙安安老板的秘密武器猪油之后，哇，居然马上胖公公哎！安安老板的配方还不止如此哦。像这杯奶茶放的不是一般砂糖，而是沙老月独有的亚达糖。老板超大方，一加就是三分之一杯，喝起来好像吃焦糖布丁一样。食物人果然很会吃，我听说巷子里还藏有一种漂洋过海来的饼，口味五花八门，包准你看到眼花。哇，好多哦！这边这么多种，这边口味都一样吗？都不一样的。哦，这样。这个是咸的，是焦糖饼。豆沙、花生、盖鸭、芝麻、蒸冬饼，好多种哦。可是我发现的是，我刚刚都这样指，可是妹妹是为什么你在介绍你在指的时候，你是用大拇指啊？要有礼貌。啊，所以这样没有礼貌。对马来人说没有礼貌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传统规定。所以这样子代表说，我这样子呢，伸直直的。也是不礼貌。一定要这样说在一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代表说，是不是说，我把大部分的指头指向自己，就不会太直接，是吗？对，真的是啊，我随便猜的，真的是这样子哦，知道了哈，在这边要这样子指才有礼貌哦。哎，老板好像在烤东西了耶，所以就这样子贴在炉上，有点像那个我们的胡椒饼一样，我可以贴吗？可以哈。我贴一个就好，是在哪里？旁边就好吗？一个空而已。好凶哦！你们超大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大拇指贴到壁了，好烫哦！要贴到墙吗？要贴到墙 ，OK。那像这个炉子，你可以贴几个在里面啊？有一个胶底下，有一个胶底下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来把人家弄坏了。而且我看你啊，你刚刚是一次贴三个。嗯，可以。那你那个对的很准哦。啊，反正是三个。好。好，把这边贴完哈。啊。没搞错吧？烤个光饼还得练就快很准的铁砂掌。光饼是福州人的小吃，只用面粉和盐巴做成。以前福州人外出。